起，昨天韩国瑜在昨晚造势说柯文哲不是好跑的问题，是赢不赢的问题。他说你不会赢，所以要把票都投给我，而且他还举例说你的选举像空气，像不热闹，但是不会赢。这样拿哦。也有对他的了解嘛，哦，他作为国民党党员嘛，哦，还是现在列在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，以他的个性，他应该是知道什么就讲什么，所以他也是受到很大的，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哦，一定要配合操作气保，哦，其实这个跟他私下跟我讲的都不一样，还有一点呢，哦，其实我后来仔细看他讲话的，这个在人在讲话里面还是有潜意识，他说啊，这个不是好不好的问题。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柯文哲比较好了，侯友宜比较不好了。但是，啊，但是我现在就，我现在挂在这个位置，我怎么办？那那我是可以，我是可以理解他的压力的。而且昨天国民党造势的时候，还说这几年国民党都有反省改革，你有没有感受？我的回答就哈哈哈这样就好了。其实韩国瑜刚刚有说，你私下他怎么样讲？这个哦，我才不会跟侯友宜一样。把人家私下简讯哦，公开拿到外面来念。